跟雷克斯合作，你潜入了他的电脑。没错，你发现他的公司能制造火箭，所以控制了布鲁斯·韦恩，要他来执行这个计划。你真是一个高明的侦探，真叫人好生佩服。我也知道你的阴谋，集结一个星球的知识，然后摧毁他。我不能让你离开。给我听着，你要做什么，我管不着。你的推理技巧，高明的没话说。不过，你还只是个人。飞行计划取消了，莫尼克。